今天带大家来到花莲，来尝试几个我以前在这边当兵有吃过的几个小吃，可能你还不知道的哦。那我们从甜点到咸食都有，所以你想去花莲的话，记得把它笔记起来哦。今天花重本啊，哇！为了介绍小吃，直接杀到了花莲。花莲是我以前当兵的地方，我今天来带大家去吃花莲不止炸弹葱油饼，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喜欢吃的几个小吃，拿去拍给大家看。那我要一个，好，谢谢。麦豆乳，好香哦，好香哎。我刚才看他那边刚炸出来的，哦，好羞，它外面真的超脆的，有看到吗？它上面有那个很脆的那个，它外皮很薄，没有，我本来以为很厚，你看它外皮是薄的，满的咖喱馅，因为它咖喱馅里面，它这一个40块。它咖喱馅里面的肉绞肉是多的，所以它的绞肉不是那一种肥的，它是属于比较瘦肉，但是瘦肉它又不干柴，然后它本身的咖喱味啊是比较偏辛香料的，它比较不是像日式那种甜的，所以吃起来会有点微微的那种咖喱辛香的辣，这种是我很喜欢的。你有闻到那个味道？很香，那个咖喱的香味。哦，它的包皮啊，真的都是比较薄，然后里面的料比较多，我觉得蛮好吃的，肥哦，好爽哦。冰凉解渴，然后这个又是吃哦，好爽。刚刚有人说我的那个描述太死板，我告诉你，这个好吃到什么程度了，简直就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啊！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来去吃吃看那个号称花莲最强的肉桂卷哦甜点的这个咖啡厅，叫小和，哎、欸，叫小和什么？小和好好，小和好点。来去试试看，走喽！这个其实蛮大块，它其实很扎实、很厚，它上面有那个白白的。咸咸甜甜的，哇，它外面是脆的。我知道了，它。哇，你看它里面全部满满的，一层都是那个肉桂。哇，西北后加，可这一层是酥酥脆脆，然后里面的话是很扎实，而且它的肉桂的糖浆又变得是有点湿润，然后有点温温热热的，温温热热的，又加上白白的东西，你觉得是什么东西？酸的，不喜欢。司康加那个自主果酱，这上面应该是不知道是鲜奶油还是蛋白霜。司康看起来也不错哦。你刚刚拍到，不是你刚刚看到超松的，然后加果酱，然后他的这个自己煮的这个草莓酱还不错。他说他还有那个蔓越莓的酱可以选。哦，这和在一起就很好吃。你有看到果肉吗？它上面还有果肉。来买这个，你要喝哪一个？可以点吗？可以。那我一个凤梨冰，一个甘蔗冰，点了两个，一个是凤梨，它的招牌，哎，里面都还有果肉，哎，这样看得到吗？嗯，它都是酸的。对啊，坏的。然后这个的话是。甘蔗，我本来是想要点那个啦，甘蔗柠檬，可是看刚才没看到，结果他写在旁边一个小框框。快闪冰是，先来喝喝看他的招牌凤梨冰，感觉不错、喔，那种天气很热这样子。嗯，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本来以为它会有点酸，它没有，它是甜的。然后这个是甘蔗冰，嗯，它都不会太甜，然后甜的很舒服。哇！凤梨甘蔗冰，哦，这个天气喝这个就是最棒的，嗯，哎、欸，还不错喝耶，
它的甜都不会死甜的那一种，很舒服的甜。这一家推荐给大家，很好喝。这个才35块，里面有大肠，对啊，里面有大肠头跟这个猪血。这个的话是大的，综合100块，是有米肠跟2条香肠，然后它还有加酸菜跟这个，很棒，它有香菜的酱汁，啦啦啦啦。可是很可惜，它没有那个大肠头已经没了，要不然它其实它的一个 set 就是会有这个糯米肠、香肠、酸菜跟大肠头，然后大肠头没了，很可惜。我忘记拿一个东西，蒜头，等我一下。它外面是有点酥脆的皮，然后里面是比较偏瘦。微微的高粱味，然后瘦肉比较多。吃肠什么？吃肠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嗯，好好吃哦。这多少钱？100。然后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糯米肠里面是有放那个透刀的那一种。然后很扎实，它上面有淋这个脆超抓外的这个香菜，然后建议大家点它的这个甜辣酱，还有一点焦焦的，有没有？好扎实哦。然后这个的话是它的35块这种汤，有猪血，然后又有大肠，嗯，猪血很 Q 弹，而且扎实，大肠头完全没有的那个。没有那个叫腥味。那刚才讲说，老板你会帮我的这个大肠头拿去烤，这样子我就有烤大肠头。他的大肠头真的很好吃，下次如果没有来的话，一定要点他的大肠头的综合。嗯，然后清汤，他的汤是属于很清的那一种。啊，好啦，这一次的这个花莲哦，这个就是我当时当兵的时候喜欢吃的一些小吃。好，那它比较不是像是观光客会常常去吃的什么炸弹葱油饼这些，那就像是这个福建街的香肠。比较可惜是这次没有介绍到它的烤大肠给大家，它的烤大肠配香肠加米肠，这是一定要点的，这个很好吃。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四维凤梨冰，四维先生凤梨冰，它的凤梨冰的话加柠檬会更好喝，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喝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话，它的凤梨冰、甘蔗冰都加柠檬，超好喝的，那种细沙的那个冰沙口感，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碎冰块，所以很有口感。然后它的甜又是那种甜而不腻的那种甜，喝起来很清爽。那再来最后这个元宝咖喱屋，这个也是我以前喜欢吃的那种下午茶，它就是炸的皮是薄薄的，然后外面很酥脆，然后里面的那个咖喱酱汁非常的赞。那你们自己本身在地如果也有好吃的小吃啊，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讲哦，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一系列的这个小吃有没有你喜欢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拜拜。